家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。我是湖北宜川的，然后我们这边今天这个小时候杀连珠，杀两头，大户人家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有一头是卖了的。7:20，今天是腊月19，一周年只有一天了。然后我们还在等一个人，猪有点大，等一个人过来帮忙抓一下猪，去准备取盆去。就是穿桥的当时候，有你哦！
肯定是能卖猪的嘛，连平都带起一个。他说许一辈子没买过单，喝一辈子没上过杆，赌一辈子没输过钱，骗一辈子没被看穿。是神鼓在吹弹，是牛在飞，光中人物里花难辨是非，还是显得不是那虚无的美。好的，金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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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那虚无的美，惹出祸端你才知道后悔。是谁在吹弹，是牛在飞，镜中花水中月，转眼就没。脚踏实地生活才